回去就是有一些什么行程吗？现在回去就是一样，就是先自己去那个学校那边去练习，然后再慢慢看身体的状况。你回来的时候有说过说，就是去年没有球队是因为自己身体状况的问题，那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身体状况是什么问题？就没有办法像以前，肩膀还有身体没有，好像没有办法把球速提高嘛，然后就是球速有降下。所以这次回去想要加强的重点，加强的重点就是能把全身的一些东西串联起来，然后看能不能有进步的空间。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间，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什么时候可以有能够找到球队？毕竟你也一年没有投球，没有比赛。其实不会想要给自己有什么时间限制，就是看身体的自然的程度在哪，然后再慢慢调整。会考虑去，如果说大联盟这边没有机会的话，会考虑想要去独立联盟啊，甚至说像日本职棒这样子机会吗？这种机会可能就比较少一点，对啊。然后现在就是在那边可以顺便陪着小孩子，然后顺便在那边上下课这样，对。缺吗？缺吗？啊，缺什么？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请教王董。王董，你会不会把台湾职棒啊，中华职棒列入你退休前的最后一站啊？当然说现在是还可以投嘛。对。就即使有投一场。对。投一场。即使。就是回来回馈一下台湾的球迷这样。这可以考虑一下，对。所以对于自己，就是什么时候要退休，什么这个都还没有一个计划表。到现在目前都还没有，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王董。谢谢你，没有，谢谢。